息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救赎我们，何等大的恩典竟然临到我们。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死，你的爱就在十字架上来显明。谢谢你救赎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，我们向您献上极大的感谢。谢谢耶稣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各位观众朋友们平安，欢迎再一次收看祷告大经的节目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让我们一起来亲近神。当我每次选择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又再一次的被圣灵引导，被圣灵管理，被圣灵充满，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敏锐于圣灵的引导，或左或右，在我们后面都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走在其间。我盼望你每一天都听见圣灵的引导，听见上帝的声音跟话语的教导，以至于我们能够行走在正路之中。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是让自己少一点，然后让上帝来多一点。美好的人生也是这样，
一个美好的人生就是让自己少一点，然后呢你才会多一点。有些东西是要舍弃的，有些东西是要放下的，有些东西是需要增强，需要加多的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约伯，他遭遇极大的苦难跟痛苦，他甚至被妻子责备，落在苦难中还要被妻子责备不认同。妻子告诉他，你遭遇这么大的事，孩子也没命了，钱财也没有了，财富没有了，身体也失去健康了，难道你还要持守对神心中的纯正吗？你不如死去算了。哇，这种话任何一个人听了都是难受，落井还要下石。这句话翻成台语我最喜欢说了，这就是多像我妈妈的母语。她说啊，不你归去死死也好了，真的是死了算了。那你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他面临多大的难处。他有好朋友，好朋友四处赶来安慰，因为三个好朋友从有话说到没有话，有嘴说到没话，没有话讲了，讲的都最后都放弃了对约伯的安慰。这时候有一个人替天行道，站在旁边的旁观者以利户，他替天行道，他说在约伯记35:6-7，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？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？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？他从你手里还能接受什么呢？他意思是说，人哪能与神相比啊，你能够减少上帝什么光彩？你能够增加上帝什么尊荣？你犯错犯罪能够带给神带来什么损害呢？你若公义正直能够加添上帝什么光彩呢？他根本不能从你身上得什么。讲得很对，但是呢讲的也不是让人很明白。我们的生命要学习，我们的人际关系要学习，我们跟人的相处要学习。学习什么？少一点自白，多一点点明白。自白是自说自话，先弄清楚事情的原委缘由，明白到底事情是怎么一回事，更明白上帝了以后，才能够去明白的告诉人到底在神面前我们所经历这一切有什么意义。更何况我们还不全然明白，我们根本无法全然了解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啊。于是我们说了，我们也很敢说也很爱说，然后我们说了连自己别人都不明白的话，好像绕口令一样，能加重什么呢？能减少什么呢？又是损害，又是过错，又是犯罪，又是公义，又是正直。但是我却体会一个人生的道理，我常常发现强势的人，强势的人他怎么说永远都是输家。强势的人再会说再多说永远都是输家。只有一种人他会成为赢家，就是善于聆听的人。善于聆听的人愿意倾听，有同理心，从这里头慢慢的去思想找出答案，这个人会是赢家。从小到大我看过这些，也经历过这些，我发现怒气愤怒大声都不能解决问题，而善听的才是赢家。话要说的少一点，而明白要多一点。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明白真理的人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借着我就能到父那里去，除非真明白他，否则哪知道通天之路呢？在职场里面有一个公司的经理人，他请他的秘书转成一份公文给董事长，他说因为业务上的需要必须到欧洲去出差。董事长批了几个英文字，两个英文字 go ahead， 他看到了英文董事长的批示，非常的高兴，马上指示他的属下
赶快去买机票，帮我安排好欧洲的行程，几个厂商全部都要跑啊。等到那一天要出发的时候，从公司出发，突然董事长的秘书就把他拦了下来。他说：“哎，他说你不能去欧洲。”说：“为什么？我票都订了。”“是啊，那你不能去欧洲。”“为什么呢？”董事长都已经 go ahead。他说：“不啊，你晓不晓得？你也明知道董事长的英文程度啊。他讲的不是 go ahead， 他 a ahead a 跟 h 是分开的 ，go ahead， 去你的头。”我发现很多人生很多的事情处理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自以为是，我们觉得是这样，我们自说自话，我们自我自白，我们少去了聆听，我们少去明白事情的真相。求神帮助我们少一点自白，多一点明白，多一点沉淀，多一点思想，多一点祷告，多一点寻求，以致在我们人生的陷阱当中，我们能够看得出来，也能够越得过。在人生的困境当中，我们有信心可以往上攀爬。在人生的这种喜乐得胜当中，我们不会冲昏了头，不会得意忘形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无论你是高是低，上帝是你校正的标准，耶稣是你标准校正的标准，圣灵是你的指引。我愿你今天充满了喜乐，好好经营今天，累积每一个今天，成就一个得胜而美好的人生。愿上帝祝福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把今天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一点自由。主啊，你为你说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阻挡一切骄傲的。主啊，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真的是来到你的宝座前说，主啊，谢谢你还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拣选我们。主啊，主啊，你拣选我们这个愚拙的人。主啊，你拣选我们这个有罪的人。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。谢谢你用你的丰富的恩典，主啊，让我们把我们从黑暗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离开了黑暗，进入了光明。主啊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在今天清晨有一个更受教的耳朵。主啊，在今天清晨，主啊，就是放下我们心中所忧虑、所担心的。主啊，就是现在祭坛前，就交给你，让你来管理。主啊，让你来带领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你来带领我们。主啊，有一个更干净的后的心，主啊，有一个更清洁的耳，主啊，主啊，因为你说，主啊，你必定会在我们的一生道路上面指引我们当行的路，主啊，你是好牧人，主啊，好牧人喂养生命，主啊，你怎么样说说，就是要单单来听信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向你献上感恩，主啊，在清晨一刻，是更多要放下自己的想法，放下自己的筹划，好像上帝你的计划，你的命令可以让我更明白。主啊，这是我的祷告。主啊，有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更明白上帝你的心意。主啊，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谢谢你能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。你说在各样的事上，主啊，我就是向你来仰望。主啊，主啊，明白你要我们怎么样起来。能够明白你要我们如何回应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不会去误会别人，也帮助我们不会造成别人的误会。耶稣啊，交在你的手里，所有的需要从你来的智慧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从你来的智慧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好牧人。好牧人喂养舍命，主啊，愿我们今天就有一个倾听的耳朵，主啊，放下我心中所忧虑的，放下这些日子以来，主啊，我一直不能明白的，主啊，在今天清晨就交给你，主啊，因为你说你要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主啊，你阻挡那骄傲的人，因此我就放下自己来依靠你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知道你向我们所存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，主啊，主啊，因着你十字架上
宝血涂抹遮盖，你也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了。主啊，一直在你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就不再为自己说什么。主啊，因为你说深渊在你，主啊，因为公义公平在你里面，主啊，因此我就真的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，主啊，要说，主啊，我们生命在你的里面，愿你来带领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要在今天的清晨，我们再次定义要走在主你的命定里面，我们再次要定义安静在你的宝座前，再次要定义专心寻求你，因为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是高过我们所筹划的。主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好放不下的呢？主，我就是在今天清晨，主再次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你。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就必定按着你丰盛的应许赐下那平安，赐下那喜乐。主啊，在我们在今天，主啊，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，主啊，我们都带着一个感恩，主啊，带着一个等候，主啊，要来经历上帝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仍然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求神赐给我们个恩典，这个恩典是我们可以把骄傲放下来，把自我放下来，知道吗？骄傲使我们把神推开了，我们还以为我们有能力，骄傲使圣灵不愿向我们靠近，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可以。也求神帮助我们放下自我，因为自我让我读不懂别人的心，自我也读不懂上帝，自我没办法体会别人，因此这样都拦阻我们到神的面前。我们求神说，让我们放下骄傲，放下自我，只选择有耶稣，与耶稣一样的心思，与耶稣一样的意念，好叫我们这一次活出来的时候，今天出去你必然得胜。今天出去你的想法都是属神的信念，今天你想法都在撒旦面前可以向他夸胜的。我们一起同声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是的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赞美主啊，让我们有勇气向撒旦夸胜。主啊，让我们放下骄傲，主啊，骄傲使我们的话语可以向撒旦来夸胜。主啊，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有什么都不难。骄傲让我们放下自己，骄傲主啊，把骄傲放下，放下主啊，让我们自己放下，放下主啊，我们需要你来掌管我们，我们有需要你来做决定，让我们把自己放下，我们主啊。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放下来的，什么是我们需要放下来的，慢慢的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切什么是选择我们需要承担的，什么是需要我们需要改变，主啊，我们在我们还需要，主啊，让我们在我们里头有好多的盲点，自由的流转到我们里头，相信主啊，我们好需要你，主啊，我们对我们的说话，需要你把每一个人对我们来说话，需要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记上面，我们有你头在你心里面跟着念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是我最大的帮助，帮助我乖乖的听，帮助我慢慢的说，帮助我更多的求想，帮助我更多的沉稳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帮助我，主啊，让我知道什么样的突破，什么样的改变，主啊，你帮助我生命进入到成熟的地方，能够拥有耶稣你的生命，主啊，谢谢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一生的行动都是由心发出来的。主啊，我们就是说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就是把我们这颗心交给你。主啊，你来管理我们这一颗心。主啊，在这颗心里面，主啊，让它有更多的圣洁，让这个心里面能够有更多的谦卑温柔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呼求。主啊，我们真的知道，主啊，孩子们真的知道，在我们的本质里面，我们是骄傲的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都会认为我们比别人好。主啊，我们都会认为我们比别人强。
但是主啊，你告诉我们，你要我们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。主啊，你要我们学习的是谦卑。主啊，主啊，因为你是阻挡骄傲的人。主啊，我们就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就是靠主，我们要来宣告。主啊，我们要拔除我们在我们里面的骄傲。主啊，我们要种下从你那里来的谦卑。主啊，你不断的来改变我们的品格。主啊，让基督的思想可以成为我们的思想，让基督的意念可以成为我们的意念。主啊，我们深深相信，主啊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当我们行在你的里面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的人生就是彩色的，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是平安的，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是健康的。主啊，因为我们不容许这些黑暗的思想来干扰我们，我们不让撒旦的主啊这些不好的恶的权势来辖制我们。主啊，以致让我们不可以脱开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定义学习你的时候，当我们定义要跟着你的时候，主啊，这些黑暗权势都要崩溃瓦解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当我们有愿做的心的时候，你就必定成全。主啊，我们就是把今天仰望给你，让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要荣耀主的名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继续站立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多乐意祷告，乐意与神连结。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平安，但是不是安逸。我们说主啊，那个安逸我愿意放下来。我们求安稳，但是不是求舒适。我们愿意有那个安稳跟平安，有神的同在，但是我们有力量来挑战自我，来挑战环境，来挑战撒旦，来挑战失败，来挑战罪恶，来挑战消极，来挑战忧虑。求神帮助我放下这个安逸跟舒适，求神赐给我们圣灵那种敏锐的心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够参透万事，有敏锐的心思意念，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成为家人的祝福，成为同事的祝福，成为朋友的祝福，成为这社会国家的祝福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主，主我们愿意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在我们生命中，主啊，在我们中间做何等大的事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要求平安，但是不是安逸。主啊，我们要求安逸，这个是安稳，不是安适。主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你面前选择你，渴慕你的同在。主啊，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用敏锐的心思，用敏锐的意念，可以参透万事，可以活出主的荣耀来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正在做事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，求你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说让我们真是愿意，愿意跟着主你的脚中行。你从来不是安逸的，你从来不是舒适的，你帮助我们活出你的荣耀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知道主你会帮助我们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你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获得胜利，荣耀而有力的荣耀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赞美，赞美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赞美主我们，赞美，谢谢，赞美，谢谢，我们非常的渴慕你。主帮助我们，哈利路亚，谢谢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平安，但是带领我们脱离安逸。阿门。谢谢你赐给我们稳妥，但是带领我们脱离舒适。因为耶稣你来了也是如此，就在你的努力，就在你的殷勤当中，救恩成就了。主，我们也愿意奉献我们的生命给你，让我们能够渴慕圣灵，我们渴慕属灵更多的突破，我们渴慕在爱神爱人上有更多的突破，我们渴慕神你在家庭，在职场，在校园，在各方面里面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活出你的荣耀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天父，我们很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早上允许我们跟你同在，允许我们在祷告里头跟你连结，允许我们在祷告里与你相通。今天活着，主，今天走出门去是与圣灵同在，
与圣灵同行，也披戴着耶稣基督，好叫人们明白认识我们。我们如今活着，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以致我有力量来生活，有力量挑战人生，有力量挑战困境，有力量挑战安逸，有力量挑战失败，有力量挑战挫折，有力量挑战灰心，而且进入成功得胜，死里复活，以少胜多。谢谢神纪念垂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Yeah.